歹势少过，心情的无法控制，小弟仔做牛头来飞，心事小表出气。刘静这个角色呢，你要整个影片都全部看完了之后呢，你才能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在执行什么一个任务。喂，哇，八斗妖哦，喂，多巴本，以前那一家，还记得吗？那在 prepare， 我只能用回忆的方式，就是小时候在台湾形形色色的黑帮的电影啊，或是我真的亲历遇到的这些兄弟啊，希望能够接近一点刘健这样的一个角色。deliver 我每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是用现场来做一个试验，透过那个 lens， 观众一定可以感受到。当我知道我的老大是龙哥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开心也很兴奋，因为我们老大刘健其实他很有这个。虽然短短的几天的合作，那其实我从他身上真的有学到亲和力跟，他非常的谦虚，然后重点是表演的热情。那其实我对龙哥的感觉，让我是很忐忑，非常的忐忑。好莱坞的影片啊，然后你看你的武术啊，真的是我望尘莫及，谁能跟你对打？谢谢。真的真的，那个红包拿过来啊，红包准备好的那个，待会给。没有 OK， 原来是有彩虹包的。角头。